当日我真的有伤心，仲谂过跟埋你走。不过唔发生都发生咗，就算我几伤心，阿邦都唔会翻身。你知唔知道我一个人喺度好孤独？我一直喺度等紧你。我哋即刻跳落去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是我累到你今日咁嘅田地，你开枪打死我。真系咁想死？班友仔恃住自己有钱，以为自己大晒，我哋有公务喺身。SDU 每一个队员为了确保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大家每次行动都会将生命豁出去。虽然是这样，但到大家真的遇到有同僚死亡的时候，那份伤痛都是难以言喻。处理警长徐健康虽然离我们而去，但我哋永远都以佢为荣。意外嘅嘢冇人想发生嘅，冇咁难过。始终亲眼睇住自己兄弟俾人打死，又乜都做唔到。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嘅，我可以安排你见心理医生。Thank you, sir。先生，咁我走先。走先。又唔怪得佢哋嘅。始终呢啲事都唔系成日会发生。阿如，我想问你啊，你家姐两年前佢未婚夫过身之后，佢系点？嗰阵时佢好伤心噶，不过当佢继承工作之后，就已经冇事噶啦。阿头河，阿头河，你帮我头河咩？你做乜嘢啊？展Sir，你咪发现有咩问题？你出嚟啦！你匿埋做咩啫？喂，翻出嚟啦，好唔好啊？咩事啊？你细佬病埋自己喺房度，又唔肯食，又唔肯见人，我怀疑佢患咗创伤后压力症啊！如果再唔接受适当嘅治疗，我怕佢会。会点？自闭症咯，严重啊，可能有自残倾向添啊！我谂佢真系要见心理医生噶啦。咁严重？我唔睇噶。如果俾人知道话我系黐线嘅，踢我出 SDU 咁点算啊？咁好多人有情绪病都要睇心理医生噶啦，点会有人歧视你啫？依家唔系你去睇，你梗系咁讲啦。系咁啊，你陪我一齐去睇啊。系咯。你当为佢好，陪下佢去啦。既然你依家心情咁差，留喺 SDU 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队员。我帮你打电话俾梁 Sir， 同你申请退役。你唔好啊，家姐。冇咩啊？唔好打，你唔好氹我睇医生。咁我哋都系为你好啫。其实你系咪仲未放低阿邦嗰件事啊？为我好，你都同佢一齐做戏。Sorry 啊。我知道我直接叫你去睇医生，你就唔肯去嘛。我冇病，我唔需要睇医生。咁我哋都系为你好啫。其实你系咪仲未放低阿邦嗰件事啊？你根本就系想同佢同归于尽，你最好见见心理医生啦。等紧你。
要杯咖啡唔好啊？张卓啊，你终于肯出现啊！我仲以为玩紧自闭啊！咁啱次次撞正有 case 跟紧，嚟唔到啫。师姐，终于可以见到你啦 ！Carrie， 快啲过嚟坐啊！今日见到你真系开心啊！你几时翻嚟噶？你走咗有冇两日？差唔多啊。Carrie 咧过咗美国读住个 master 就翻咗嚟啦。我哋仲搞个 welcome party， 但系就约唔到你啊。其实我 send 过 email 俾你噶，不过我谂你真系好忙。Sorry。我记得你以前唔中意饮咖啡嫌佢苦噶，乜原来你而家中意饮斋啡啊？有时挨更底嘢都要搵啲嘢提下神嘅。如果冇咖啡嘅话，廿四味我都得噶。都唔记得俾张卡片你添，我卡片啊 ，thank you。咁快有自己嘅治疗所啦，得闲上嚟搵我倾下偈啊！我哋咁耐冇见，实有好多嘢要倾啫。放低个袋啦，地方唔错。系啊，呢度咧所有装修，甚至乎每件家私，全部都我自己亲手去拣噶。你坐得太舒唔舒服？你瞓低试下，舒服。你知唔知点解你会又唔中意饮咖啡？边度会饮斋啡啊？提神咯，又或者年纪大咗，精力冇以前咁好。我记得以前你好想享受生活噶，成日会约埋我哋一班朋友去饮嘢、食饭，甚至去旅行。但系而家你嘅生命系咪净得工作、工作同工作？我都有听过你两年前嗰件事。我记得 Form 2嗰年，我啱啱转校嗰阵时候，有一个朋友都冇，英文又唔叻，我觉得好无助。有一日我忍唔住，终于走去圣堂嗰度喊。突然间，有个师姐走嚟安慰我。不如咁啦，你以后有咩唔识就嚟揾我，我教你好冇？真嘅？嗯。你有边样唔识做啊？你仲记得咁清楚？我仲记得你同我讲过 ，You are not alone。嗰阵时候，我以为你咩烦恼、咩问题你都冇，其实你唔系冇，只系你唔同人讲。我哋好细个，爹哋妈咪就走咗，自然我就一家之主。怎可以要细佬担心我？就因为你成日将啲心事收收埋埋，唔同人分享，时间耐咗就变咗一种压力。当压力越积越多，总有一日会爆噶。你以后有事可以同我讲，唔好成日谂点样去帮人，试下俾人帮你啊！你帮不到我，是我应得的惩罚，我甚至根本不应该留在这个世界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如果当日我同阿邦一起去攞戒指，他可能就没遇到这样的意外。你都识话是可能啦。如果我同佢一齐，我哋就会一齐死，就唔会搞到而家咁。系我令到佢一个人孤独咁离开，系我。我咁搏命做嘢，唔单止系为咗麻醉自己。仲系藉住工作，希望可以结束自己嘅生命，
咁我就可以同阿邦喺埋一齐。成件事系一个意外，唔系你嘅责任嚟噶。就算你真系去咗，你哋会冇事咩？又或者你哋会一齐死咩？所有嘢都系你自己谂出嚟噶。阿邦唔希望你而家喺呢一度咁样自责，只不过你而家最需要嘅系放松自己，做嘢帮你唔到噶。你可以去揾一啲可以令你舒缓压力嘅活动去做，又或者你可以嚟揾我倾下偈。我阵间开一啲抗抑郁药俾你啊！你记住，呢一个唔系你嘅责任。同埋 ，you are not alone。我斟杯水俾你。好心，你就唔好嘥咁多时间喺个大男妹身上啦。我哋就快考 E-level 噶啦。咁我见佢好似好可怜咁，咪谂住帮都咪帮咯。唉，点知佢而家变到成块贴身膏药咁，搣都搣唔甩。咪咁衰啦！不过佢真系唔理乜嘢时间，一有咩唔明就嚟揾我，搞到冇晒私人空间，有时真系几烦。可怜个大佬妹都唔使咁噶嘛，人哋知啊，以为你哋两个搞唔知啲咩啊？你傻噶，我哋两个会搞啲咩啊？唔系搞，搞咩啫？仲以为你有几叻添，到我整咗呢个 workshop 俾你之后，连我都要你开门先入得嚟。讲好咗呢度系我嘅私人空间，我哋都需要 privacy 嘅。本来改窗咧系我呢个 engineer 嘅专长，我以为你学嚟系贪得意玩下，点知你学识之后仲沉迷过我。呢啲唔系沉迷，我改窗系因为我要准确控制支窗嘅性能，唔系支窗控制我，系我控制支窗。Come on！你支槍已經改到成二十招啦，你仲想點啊？我覺得個招仲可以提高啲，可以研究研究 power。小姐啊，你呢支唔係真槍嚟㗎，你再調高啲，你一開槍就散啦。我已經聯絡到一個美國退伍軍人，只要佢支真槍 pass 得到，我就可以改造。我開頭諗住你玩下，我嚟減壓。如果你咁沉迷落去，我驚你翻唔到轉頭。玩都要認真。
都已經用到真人做活板，槍嘅殺傷力點可以唔再提高啲？唔覺得而家好刺激咩？係就係，但係話曬都係殺人喎。有太多人唔應該生在呢個世界上，我哋睇先係。快啲啦！哇，20蚊唔係啊嘛，20蚊唔夠啊！喂，攞錢嚟，唔好收收埋吧。你錢你帶唔走嘅，攞錢嚟啦！你唔走啊你！喂，頭先全家我幫你睇住架車啊！如果唔係俾阿婆刮花啦，而家59上一架，速速搏，唔好兩頭望。好心佢當我冇料到，死八婆射我！死咗！咁点算啊？系佢自己跌落去噶嘛，唔关我哋事噶。但系身上面嘅伤我哋造成噶。埋咗佢，冇人发现就唔会知道系我哋做。一名神韵客在西贡草丛发现一具腐尸，死者死了超过一个星期，涉及多宗强奸、敲诈、勒索，警方怀疑他是被仇家杀害。他是抵死的，我们根本没做错，其实是活靶，你仲好玩？你就系咪？又有人应征喎。贪心就系人嘅本性。咁计啦，以为开几个钟头工，答几条问题就可以赚一大笔钱，边有咁大只咁乸随街跳啊？贪心唔一定抵死嘅，我哋要揾出最衰嗰个人，叫做活靶。今朝又行山人士发现死者埋喺地下，相信寻晚场大雨冲走遮住尸体嘅泥土，令到尸体暴露咗出嚟。现场已经封锁咗，法证喺上面做紧鉴证嘅工作。阿坤波仔，揾行山人士倾下，听闻闻到啲咩料 ？Yes, madam。张 Sir， 有咩发现？死者大概30岁，死亡时间唔超过48小时。我在尸体身上面发现了很多的瘀伤，部分伤口还有钢珠。死者叫徐林，有个4岁大的女，生前不务正业，而且还成日打老婆，叫老婆顶不顺，一走了之。社署揭发家中门，卡了她的申请，搞到她成日问啲隔离邻舍借钱，而且还是有借冇还，搞到神憎鬼厌。呢条友仔仲有毒瘾添，有时仲会帮啲拆家带货赚翻啲饭钱，乜衰嘢都做埋，真系衰人之中嘅典范啦！条友烂埋唔少火头，今朝会唔会沉心？根据法医报告，尸体里边揾到嘅钢珠系气枪子弹，子弹喺尸体附近咧就揾唔到呢一类型嘅钢珠，所以发现尸体嘅地方应该唔系第一案发现场。咩气枪都杀得死人嘅咩？杀死死者粒钢珠系近距离由气枪射出。射中死者只眼，射穿埋里面嘅软组织，入到死者嘅脑部，造成致命嘅伤害。照计普通气枪应该好难射得穿人体嘅，
除非把槍是經過改裝。你哋繼續跟下任何有可能同死者結怨嘅人，包括毒品賊。Yes, ma'am。喂，幾多啊？乜嘢啊？死咗你命嘅咩？啊！兩個唔係六個舊啦，咁啊咁啫，自相爭嘅食。唉，炒雞子俾你食啊！咩啊？咩頭？你都嚟嘅？唔係唔歡迎。唔會，入嚟啊！你班友仔啊嚇，食嘢唔等人。咁你遲啫嘛。我想講等埋我家姐嘛。咩頭？難得我家姐話肯出嚟同我哋打邊爐，梗係帶埋佢嚟啦。如果唔係佢喺差館對住 O 記啊，對啲重。你嚟啦？係啊，我嚟咗啦。哇，家姐，我去幫你攞啲褲衣先。幫家姐唔使啦，我幫你攞嘛。唔好啦，等我自己嚟得㗎啦。唔使啦，我幫你攞啦。哇！你等食維維啦，唔係攞出嚟嗰啲嘢，真係你都笑我啊！好嘢，早知唔帶你出嚟，你自己食杯麪啊！真係，喂，你做乜咁慢嘅？有冇嘢要幫手？冇啦，我搞掂噶啦。係啦，喂，聽阿袁講，你去見咗心理治療師喎，點啊 ？OK 啦，其實佢係我以前啲師妹，我當同佢聚下舊，傾下偈啫。有時有朋友出嚟傾偈都好噶，唔使自己收收埋埋賺局爆。你同佢講嘅嘢好似，我諗你都可以做心理治療師。哇！我冇咁勁，不過你同佢傾完之後咧，乜成個人開朗曬喎。我同佢都好耐冇見，以前都好 close 嘅。雖然佢叫我唔好成日掛住做嘢，但我都有啲關於單 case 嘅嘢想請求你。你想問早兩日有個神問客發現屍體嗰單嘢？我哋懷疑空氣係曾經改裝過嘅氣槍，所以想睇下你識唔識一啲專改氣槍或者賣零件嘅人。我識一個人叫槍王，我諗佢應該幫到你。唔該，請問邊位係醒哥？唔該，你就係醒哥係咪？係啊，有咩幫到你啊？阿展 Sir 叫我嚟揾你，佢話你對改槍好熟悉，個個都叫你槍王。展 Sir 俾面啫，點啊？有咩幫到你啊？你知唔知有咩人打呢啲鋼珠？打呢啲鋼珠，支槍起碼要十幾招二，喺香港超過兩招二已經係犯法。咁你知唔知道有咩人識得改槍改到咁大招二？改氣槍啊唔難，不過要識得改到咁大力嘅人咧。就冇幾多個。子祥，槍法唔錯喎。之前好少上嚟啊，唔見你嘅。好耐以前玩啦，而家忙都好少玩。你都係高手嚟嘅喎，支槍改過㗎，換咗啲咩啊？哦，換條彈弓啫嘛，即刻順好多。你自己搞嘅？換彈弓好易啫，始終自己換好啲，起碼知道開槍嘅力度去到邊啊嘛。俾人改始終都唔係咁順。其實你把槍可以試下用電動啊，會發揮得好啲，或者用 CO2 都得。咁係咪可以直接加到十幾招二或者以上？一下去到咁勁，把槍頂唔順嘅，要換埋啲 pass 先配合到。啲 pass 會唔會好難揾啊？真係有心揾嘅，真嘅 AK47都買到啦，係嘛？你有冇試過咁樣改槍法？嗰度十幾招二啊，喺香港超過兩招二都犯法啦。我呢啲玩下嘅啫。兩位唔似係想問我改槍嘅嘢喎。我係 O 記嘅幫板張卓華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最近有兩宗兇殺案？死者懷疑是被氣槍殺死。Sorry 啊 ，Madam， 我好少睇 local news 噶。用氣槍去殺人，咁把槍真係要改到好勁先得。我呢啲良好市民嚟噶，點會將把槍改到咁勁啊？你使唔使攞把槍翻去 check 下？你呢度點會帶啲犯法嘅槍啊？
又使唔使去我屋企睇下有冇啲咁劲嘅枪？如果唔使嘅，我先走先噶咯。有机会同你较量下。好啊。你过嚟睇下，睇下边个抵死啲。你仲谂住继续玩啊？班差佬查到嚟啦，今日就话俾我耍走咗啫，但系佢哋唔会就咁算噶。你咁担心做乜嘢啫？佢哋有证有据，你就唔会坐喺度啦。嚟问你嗰、那个，佢唔单止系我师姐，仲系我 client。就算佢真系当你系头号嫌疑犯，我都有办法令佢唔会继续查落去。讲而已啫，我真系冇你咁乐观。你谂咁多做咩啫？不如 call 带佢哋出嚟，一齐试啲新嘢过啦。咩新嘢？我订咗啲真枪 pass 咧，今朝啱啱到啊！等我改装完，我哋有新嘢玩。不如我哋而家唞下先啦。我睇嗰个 madam 咧，唔系咁易放弃嘅人嚟噶。如果万一……放心啦，外表好强悍嘅人，内心可以好脆弱噶。帮我呢支手过嚟。想象一下，而家喺沙滩上面，一路晒住太阳，一路听住海浪声，仲有阵阵柔和嘅海风吹喺你身上面，你觉得好 relax， 好舒服。你慢慢擘大眼，眼前就会出现你最想见嗰个人。点解你要抌低我？点解你要抌低我啊？你话俾我知，系唔系工作比起我对你仲更加重要？帮点解你当日唔同我一齐攞戒指？点解你可以俾我一个人自己走？系你令到我一个人孤零零。唔系我都唔想。你知唔知我一直喺度等紧你？我知，我知。Sorry 啊。你记住。我一直等你，爸，唔好走啊！我等你啊，等你，我一直等，我一直等。你点啊？我见到阿波，佢怪我当日点解唔同佢一齐攞戒指，等佢一个人走。估唔到过咗咁耐，你仲未放得低，系我唔好。佢怪我系应该，我会开只新药俾你，帮你松弛你嘅精神，等你唔好咁紧张。你记得准时食药 ，OK？ 咁啦，去洗个面，阵间我陪你食嘢。大家好，我是 Carrie。 你就是 Carrie， 狗样狗样。Hello， 他们全部都是我弟弟的同事，这位是展 Sir， 是他们阿兄。喂 Carrie， 随便坐。今晚真的不要客气，随便喝随便吃，全部入我数。你想喝什么？随便得了。阿元，你好像有个火头未吃过，那个火头等我来。你悭点啦，我真的想多谢 Carrie 的，因为如果不是他呢，我可以好肯定，我家姐每一日收工嘅唯一娛樂咧，就係翻屋企瞓覺。講到我好似自閉，你唔好咁話佢。其實我都同佢傾下偈嘅啫，好多嘢都係靠佢自己去諗通嘅。不過今晚咧真係好多謝佢，帶我出嚟見咁多猛男。喂，星仔，快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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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咩啊？戰術一。咩啊？第一。快啲啦。啊 ，Carrie 啊，佢哋咧就想爽啲啦，快啲。他哋話咧，就今晚好歡迎你呢位新朋友嚟到，咁就派我嚟代表同你嘅。我哋幾時有咁講啊？咁啊係，阿星，你好似你自己想追女仔啫，你擺曬我哋上台喎，而家你。係啊，我事啦。不如咁啦，等我敬大家一杯啊！哇！
喎。展 Sir 啊，你係地壓頭，一定破好多大 case 啦。展 Sir 佢係我哋 A team 入邊最勁嘅人嚟㗎，佢槍法好過我運冠軍。係咩？你唔好聽佢講啊！我呢度槍法最準咧就係袁，佢係神槍手嚟。嗯。你謙啫，不過我點咧都要敬你一杯嘅。好啊。面色唔係幾好喎，我淨係想翻去唞啊！你做咩？我覺得入邊都好嘈啊，我想靜下。送你翻去啊，順便我想去下廁所。成晚心神恍惚咁，你咪有啲咩唔妥啊？好似听到阿邦同我讲嘢。你唔系定期去食药同埋去见 Carrie 嘅咩 ？Carrie 讲得啱，有啲嘢我真系仲未放低，我要放假唞唞。未等咗啊？放假得闲嘅，我想约你。约我？分子挟持啲人质匿在房入边，你哋要最短时间之内救翻佢出嚟，唔可以俾佢受伤，明唔明白 ？Yes sir。好啦，阿轩，你哋嘅模拟训练做到好似真嘅一样。虽然系模拟训练，但系实弹嘅。实弹？训练啫，使唔使用实弹啊？咁扮人质嗰个唔系好危险？阿轩啊 ，ready 未？个人质系阿袁。OK， go。喂，放心啦 ，Madam， 唔会有事嘅。不過係頭先嚇到爭啲瀨尿啫嘛。Madam， 你咪對我哋咁冇信心啊？雖然黑掹掹啫，但係邊個樣衰我睇得好清楚嘅。所以佢打我唔中。你咁都仲可以講笑嘅？飛虎隊每次嘅行動都會面對死亡嘅威脅，我哋都有心理準備要去犧牲。但係咁樣並唔代表我哋唔珍惜我哋生命。正正因為咁，所以我哋每次嘅演習都會做到最好，希望喺實際行動入邊可以做到零瑕疵。好似你今日見到我演習咁。我要每一个队员都平平安安去翻屋企。我哋虽然系飞虎队，不过都有人哋老公、爸爸、阿哥、细佬，都有自己嘅责任要完成。我哋呢度每一个人都经历咗唔同嘅故事，但为咗自己嘅屋企人或者朋友，都会好好咁生存落去。
我谂家姐你都系噶。我已经完全控制住庄卓华嘅病情，佢而家放紧假，唔会对我哋构成任何威胁。系咁，我就可以放心睇下呢支新玩具嘅威力。谭志广话自己烂赌惹落一身赌债，依家靠紧中援为生，所以想应征呢份工搵份快钱。我 check 到佢因为打劫伤人坐过几次监，呢啲人真系唔死都冇用，最啱我哋用嚟做靶。咁大只蛤乸，换咗支真枪嘅枪管真系唔同啲啊！啫，你支枪改到咁劲啊，点够你玩啊？你哋都得噶。死者被肢解，面容同埋指模被人刻意损毁，无法辨认。不过 DNA 嘅化验报告出咗啦，死者叫谭志广，男性，48岁，生前系靠攞中援嘅无业游民，有伤人、打劫、拘捕嘅案底。如果唔系个垃圾车去堆填区途中发生交通意外，倒碎晒车上边嘅垃圾，我谂我哋都发现唔到啲手手脚脚。佢俾起枪打成咁嘅，所以先至揾展 Sir 嚟帮手。死者全身都有被类似气枪所射成嘅弹窿同淤痕，相信有子弹射过入体内，造成内出血。但喺身体入边冇发现到任何子弹，法医话只系俾人清除过。志明嗰枪喺后脑，打碎咗头骨，导致脑出血致死。我哋估计呢单案同之前嗰单案有关联，有可能系同一班人做。啲钢珠可以穿透死者嘅肌肉，甚至打穿头骨，令到脑出血。嗰支气枪一定要改装到230以上先得，已经超过一般气枪发射嘅界线。你即系话今次呢支气枪嘅威力比上次嗰支仲大？假如同一班人做嘅话，支枪一定有配过，因为支气枪要承受230以上嘅威力，一定要加入一啲真枪嘅零件去改装。如果唔系，一开枪成支枪会散晒。真枪零件，佢哋点会揾到真枪零件啊？以我所知，有啲氣槍嘅發燒友咧，會透過網上邊向外國一啲退役嘅軍人拍賣一啲真槍嘅零件，然後寄翻嚟香港。咁樣外國唔犯法，而且好難發現到。如果係真嘅話，咁呢班友仔咪真係越玩越癲。咩氹你冇事啊嘛？冇事。阿 Ben， 即刻聯絡電腦部門，叫佢哋協助追查所有拍賣網上面嘅交易資料。睇有咩人喺外國網站買過相關嘅物品，如果有嘅話，將有關嘅 account 資料全部記錄落嚟。Yes, ma'am。你哋三個全力追查兩個死者嘅背景，死之前去過邊，做過乜嘢，接觸過咩人，全部記曬翻嚟。Yes, ma'am。明白啦，點解總部燒完咁多槍 ，off 咗仲要嚟呢度燒？原來真係可以輕鬆好多嘅，你睇。要唔要嚟一轉啦？喂，唔得啦，我要發機交人啦，唔陪得你啦，你自己慢慢 relax 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嗯，拜。Harry 咁啱嘅 ，Hi， 你两个识噶？系啊，我哋朋友嚟。你都有兴趣烧枪嘅咩？我都系啱啱跟我男朋友学嘅啫。你唔好咁谦啦，我先睇你烧枪法好准嘅，冇一枪 miss 嘅。如果系啱啱学嘅，你真系天才啊！唔阻你哋。
结果他们就伤害我的。唔好意思，又遲咗。嗯，咁急約我出嚟，到底咩事？你知唔知你嗰個師妹 Carol 個男朋友係咩人？點解咁問？我今日先知，原來佢係你查緊嗰單 case 嘅疑犯畢世榮。我覺得 Carol 有啲問題，你都係防一防佢好啲。點解 Carol 同畢世榮係男女朋友，就代表 Carol 有問題？咁你知唔知佢原來識燒槍，仲好犀利添？我頭先見佢燒槍嗰個樣，簡直係兩個人。都幾得意嘅喎，你專登約我出嚟就係講啲咁嘅嘢。佢咁多嘢瞞你，你唔覺得佢有問題嘅咩？就算 Carol 真係玩槍，佢唔想俾人知有幾奇怪啫。同埋我從來都冇問過佢嘅，佢咁樣叫做隱瞞咩？點解你咁八卦嘅啫？你專登約出嚟講嗰陣是非。係我講嘅。Hello， 展 Sir， 我哋又見面啦。Carol 就係約我出嚟。要介紹 Eugene 俾我識，佢根本就冇嘢要隱瞞我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啱啱行開買啲嘢。不愧係心理專家，識得報定案先。如果啲犯個個都好似你咁精明嘅，我哋做警察真係頭痛。展 Sir， 你咁好身手，不過可惜你太唔相信人啦。你咁樣唔單止會令到自己好辛苦，仲會令到你身邊嘅人好痛苦㗎。我係做警察嘅。拉翻嚟我职责嚟嘅，几辛苦都要做噶。咁警察都系人，唔系超人，拉唔晒啲犯嘅。法律会保障所有人嘅，就算系犯，都应该由法庭嚟判佢有冇罪。你同我冇权判人罪，甚至系处决人。留呢啲人喺世上，你唔觉得系浪费社会资源咩？每个人都有生存价值同埋权利嘅，只有嗰啲无能或者系精神有问题嘅人。先至会攞呢个做借口走去杀人，系都系执法者无能。如果唔系，仲点会再有咁多唔应该存在嘅渣滓仲喺度？阿 Carol 啊，我谂我哋够钟要走噶啦，下次再倾啊，下次再倾啊，再倾啊，我哋走先啦，拜拜。我谂你除咗查案，都系少啲接触 Carol 啲。够啦，点解你系都要话 Carol 有问题啫？你信我啦，即哥。得啦，我头痛，我头好痛，我而家个心好烦啦，我唔想再听你讲嘢，我走先。家姐啲药。我硬系觉得我哋咁样做唔系几好咁，会唔会我哋摊开嚟同家姐讲会好啲？我都唔想鬼鬼祟祟啊！但你家姐根本就唔信 Carol 有问题。如果我同佢讲话攞啲嘢去化验，佢实反面。你真系觉得 Carol 开俾家姐呢啲药系有问题？你家姐系点？你清楚过我啦。佢开初去 Carol 度接受治疗，好似真系好啲嘅。但你唔觉得而家越嚟越有问题咩？家姐呢排的确系成日头痛。同埋精神恍惚，好似游魂咁。我以为佢系因为又投入翻工作，所以先变成咁。如果你俾我知道真系 Carol 开俾佢啲药有问题，搞到佢咁嘅话，我一定唔会放过佢。你家姐而家好信 Carol， 无论边个人讲 Carol 坏话，佢都听唔入耳。我而家攞啲药化验，你记住啊，未有结果之前，唔好俾你家姐知。我攞翻啲药去先。查过毕世荣，佢除咗系工程师之外，仲系枪会会员。佢最大嘅兴趣就系玩枪，仲有 Carol 的而且确系佢女朋友。CIB 影过好多佢哋约会嘅相，而且 Carol 都系枪会会员，佢哋成日会一齐玩枪。仲有咩料？电脑支付部调查过最近呢六个月呢啲拍卖网站嘅交易记录，发现香港有几个 account 喺呢啲拍卖网站度买过十几次嘢，货品都系啲机械零件，卖家都系退伍军人。有好多玩枪法师都知道，而家网度。
有好多外國現役軍人或者退伍軍人將成支槍擺上去拍賣，當然在香港想成支槍買回來就冇可能，但是就可以逐件逐件零件賣，加入之後就當是機械零件咁寄過嚟香港，所以根本就好難查證到。加咗呢啲零件之後，氣槍嘅殺傷力就會大大咁提高。咁有冇呢個 account 持有人嘅資料啊？仲 check 緊，因為就算資料登記喺香港，都未必係真嘅。咩啦？咁我哋繼續跟畢秀榮同埋佢女朋友咩？我哋有足夠理據去跟佢女朋友咩？你哋係警察，係咪八婆啊？唔好噏得出盡啦！阿坤，你繼續去跟進，拍埋網站嗰幾個號，其他人繼續跟畢秀榮。有新進展即刻通知我。Yes, madam。Madam， 你近排好似好攰咁，冇乜嘢啊嘛？你几时都变咗八婆啊 ？Sorry。啱啱先玩到兴起，咁快就 game over？ 我俾差佬跟啊 ！No no no，the game must go on。学 Carrie 话斋，我哋为社会做啲好事啫嘛。咪系，如果佢哋有证据，神早拉咗你啦。如果我哋呢个时候再行动嘅，咁咪即系亲手将啲证据送俾你师姐。为免阻头阻势，一定要将佢哋铲除。佢哋话晒都系差佬嚟嘅，怕唔怕会有手尾跟啊？个差婆一啲都唔担心，佢所有嘢都喺我控制之内，系个差佬有啲棘手。佢意志力好坚强，唔容易被外来事物所影响。他是飞虎队来的，无论如何一定不可以放过他们。我们精神有问题，只要有你，就算万兽之王都有我们梦。你想找个差婆来做你一次过两个活靶，还可以清除后患，一举两得。问题是你们敢不敢？系咩？惊啊！你打游戏机都唔会净打一个 level 啦，你要继续升 level 噶。不如我惊嘅，唔好勉强啦。系你哋冇机会睇我新玩具咋？边个话惊啊？打咪打，睇下个老虎边个打死先。好啊，等你安排啊。唉，咪又系翻工放工，条女休下。咁啊点？唔好谂住咩林请假复工就可以吞托。我有一只新药，可以帮到你噶。食咗佢，跟住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边？我哋今日唔好喺度倾啦。我哋去一个令大家都可以 relax 啲嘅地方。
喂 ，Ben 啊，展翰涛啊，我而家跟紧咩登庄同 Carrie， 未知佢哋去边。毕世荣嗰边系咩环境啊？我哋今朝由毕世荣嘅屋企跟佢翻公司，佢到而家都仲未出过嚟。即刻上个 office 睇佢喺咩度。请问几位咩事？请问毕世荣喺度。毕生佢出咗去。唔该。你哋唔可以入去噶。展常，条友真系把唔成计啊！我哋去紧边啊？去个开人啲嘅地方，对你会好啲。喂？喂，展常，报告出咗啦。嗰只药证实系一种兴奋剂，并唔系咩抗抑郁药。呢种兴奋剂系头管制药物，一般人买唔到。食咗之后会出现精神散涣、反应迟钝嘅症状。长期服用嘅话会损害脑部神经，对身体造成好大嘅伤害。喂，喂。展常，点啊 Ben？ 头先 CRB 报料话追查到几个拍卖网 account 嘅收货地址系相同，系一间代客收发邮件嘅公司。而根据大厦闭路电视拍到嘅画面，收件人应该系 Carrie。咁即系话订真枪零件人系佢啦。最近呢个月，佢哋仲收咗一箱由外国卖家寄嚟，报称系机械零件，但 CRB 怀疑呢个卖家系外国嘅一间军火商。估计有可能是枪械，即是说毕世荣和 Carrie 这班人现在手上极有可能拥有真枪。如果 Carrie 带了咩登装的魔鬼岭山脚，你最好即刻通知上头，叫 SDU Bell。收到。我哋去紧边啊？嚟行山咯，呢度都冇路，系咪应该搵翻条正式嘅行山径行？放心，呢条路我好熟噶，里面有个地方好舒服噶，我包保你会有一个意想不到嘅经历。哎，我唔记得带电话。我自己翻上车度攞，你唔好行啦，喺度等我啦。O.K. 要求我哋 S.D.U 出动协助捉拿最近用气枪杀人嘅疑凶，确实嘅数目不长，怀疑佢哋挟持咗一个警务人员。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留意嘅，就系情报话疑凶今次持有嘅极有可能系真枪。
打一炒就打得多，俾人做靶个感觉系点啊 ？Carrie， 你唔系一路都想揾我哋，想拉我哋嘅咩？做乜匿埋啊？好惊啊！即系你哋，点解你要咁对我？就因为我查紧你哋。你呢啲人，表面就扮好人去帮人，你背后咪又睇唔起人？就系因为你咁谂，你就要杀埋我。我仲要你做我钓大鱼嘅鱼利。鱼利？系，因为佢阻住我哋替天行道。你利用我嚟引子常理。边个叫佢多事？咩替天行道？你冇用埋啲咁嘅借口嚟玩埋啲咁嘅变态游戏。我哋为社会付出咗咁多，攞翻啲享受都好应该啊！我冇走，佢哋利用我一拎你，你快啲走，走，走，我睇先。咁多支枪火力咁猛，我哋斗唔过噶。Sorry， 系我害咗你，我应该信你。唔关你事啊！你知唔知 Carrie 一路俾你食嗰啲药全部都系兴奋剂嚟噶？你先至冇咗判断能力咋？系我累你。唔好讲呢啲嘢，我哋而家要尽量拖住时间，等我女手足过嚟。睇住，慢慢玩。展Sir，你点啊？唔好出嚟啊！出嚟大家都死噶咋！Madam，你觉唔觉得自己系个害人精啊？同你一齐嘅人。帮因为你而死，今日又将会有另一个人再一次因为你而死。唔好听佢讲啊！佢想扰乱你嘅。你唔系话阿邦嘅死，你好内疚，你好想跟埋佢去。你唔系话你好爱佢嘅咩？点解得把口啊？咩抌啊？你根本就系呃紧佢，你根本就唔爱佢，系你害死阿邦噶。系我累死人。唔好听佢讲啊！唔使理佢啦。庄卓华，你喺度死撑噶咋？你只会继续喺度害人。如果你唔想再有其他人死，你行出嚟，我唔好听佢讲啊 ！Carrie 收声啊！你出嚟，你出嚟等我帮你。你死咗，成件事就会完噶啦。我帮等紧你，我等咗你好耐啊！你出嚟啦！唔好出嚟啊！佢想杀你嘅咋？俾啲勇气行出嚟！冇出嚟，冇听佢讲。大家留意，到现时为止，我哋仍然未知阿展常同埋咩登庄嘅状况。我哋只知道佢哋只有阿咩登庄嘅叶佩枪，尽快揾到佢哋。Yes sir。啲人话警察系最负责任，但系你就一啲都唔负责任，系你累死阿邦噶。
而家宁喺度偷生，你都唔去陪佢，你对唔对得佢住啊？好听我讲啊，我帮佢先，关你事啊！生命好可贵，你唔可以放弃啊！阿邦等紧你啊，你出嚟啦！你再唔落去陪佢，佢会恨你一世噶。你出嚟啦！唔好啊！你咪就系为自己交代，你唔系要交代噶？你放低枪，你投降啦！我唔会投降，我唔会输俾你哋。你已经被 SDU 包围，你走唔甩，你唔投降就会死。你冇勇气，我有。就算死，我都唔会输俾你哋。唔好啊！正如展上所讲，生命系好宝贵，无论系人类嘅定系自己嘅，都唔可以随便伤害。无论点，你永远都系我萧师妹。我都唔想见到你行条咁嘅路。冇用。先生，你点啊，先生？我记住你自己头先讲嘅嘢。展常，展常，展常！一杯！展常早日康复。展常，不枉咧，我封你为我嘅偶像，一支短火顶五支劲嘅，好嘢！擦鞋仔 ，Madam 仲好嘢啦，全靠意志够坚强，先可以顶到你哋嚟。Madam 好嘢，好嘢 ，Madam 劲啊！系你哋救翻我，系你哋好嘢。咁話時話，其實我最初發現你哋嘅時候，我見你行咗出嚟嗰一刻，我真係有啲驚。其實仲要多謝展 Sir， 當時我神智真係好混亂，但當我聽到你話我唔可以抌低阿元，我就成個醒曬。唔好聽我講啊！你唔係淨係為自己交代，你仲為阿元交代噶。我哋呢度每一個人都經歷咗唔同嘅故事，但為咗自己嘅屋企人或者朋友，都會好好咁生存。我谂家 姐你都系噶，听住我就将计就计，扮受到 Carrie 影响，引 Carrie 佢哋现身，等阿元可以对付佢哋。咩头？你用自己条命嚟做你都好薄啫吓！我对自己细佬好有信心，我一啲都唔觉得系薄。咪系，我同我家 姐系好有默契。既然咁精彩咧，我一定要复上一次俾 Pauline 姐同埋超哥。其实我已经冇再谂随便放弃自己条命，我唔会再谂傻事。你放低晒就好啦，咁受伤都有价值。多谢。行了一圈，望眼里冲出去，将雨下摄入废墟，追击个焦距。极地在追，眼眸里未看四周，隐伏着是谁？谁又引导过谁？步向相对，
肝胆背后昂然问句，风中再追勇敢的依据，将星光追完成大意义，淡然未怕那艰巨，于一笑令凝望面对，得失再追翻险枪火里，一生干脆从无后退，交织我壮举。